是很快，很快，他的出手，拿了一百号，改变了，这也让德文哈维有更多持球攻击的机会。地下单吃了手，如果没有哇，是，如果你是老球迷，Screen， 再给到郑伟，再给到哈维，终于跳投出手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手就命中。哇，其实他在中距离的状况，上一场球赛就直接往前传，但是被哈维有机会给抄走，抄到了。终结成功，积极的跑动换本土球员的发挥。有时候我们看传球，他的那个出球其实很快，很快，他的出球。这个不好意思，今天在这个客主场输了，哦，输了这个第一场球。那当然，我今天这个球队在这个攻防上，其实我是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哦。只是可能连续两场球这个当中，哦，我们体能上稍微有点这个落差，哦。那对方确实今天打得非常不错，哦，尤其在四中几个外线，他们几个。发挥的还不错。我想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会面对他，我们要把这个今天输的这场球，我们要啊全力的争取回来。我想我们球员都已经非常准备好了。我想我教练这边本身就应该好好去，应该去调整他们的体力。嗯，我觉得在节奏上是最大的改变啊，这也让德文哈维有更多持球攻击的机会。来地下单吃了手，这一个球霍华德 like。一个往右边的动作，倒插步的一个旋转，选择第二拍的一个进球。霍华德 like 后脚，后脚是这个动作，在力道上面来讲，在脚步上面回给郑伟，在塞拉里下回给 Howard repost 进去。好，终于跳走这个球，哇，这观察到四东有点沉退力气的，就让 Howard 在打球的欲望啊。禁区转身，左手放进。哇，这第一节跟昨天的第一节就不一样了。给到 Stone， 但是没进。往前传 ，Haro 这边运球下，再来一个大扣篮。哇，重新观察一下跟篮筐。太阳线已经追上来的，只落后五分。嗯，还是要硬塞给他。Double King 是提早过来。这个球给到篮底下。哦，有了。罗振峰出手得分。哇，球重新回到德文哈维在禁区里面了。6663，终于跳投出手命中，真的是卯足全力啊！这球再给到 Howard， 终于跳投出手得分。